哼，还不是因为哪吒那小子，四个多月了，一点音讯也没有，心里还有没有我这个老子了？来喝茶了。哼，孩子不是送信回来了吗？瞎操心。就是就是，哪吒可是去学本领的。学本领，怕的就是学本领。 现在都治不了他了，学来真本事还不得闹翻天？嗯，哪吒的秉性大家都知道，出不了问题。我家那两个不安分的也盯着呢。你，哟，杜神好，杜婶儿，你们俩又去等哪吒呀？希望今天哪吒就能回来哦。谢谢杜婶儿。说好三个月的，你看这都多久了？ 今天要是哪吒回来，非得好好教训他。叫，哦，叫，叫。禀龙王、三太子，应天妖所求，东海境内清除敌对的行动已准备就绪。很好。 东海龙宫沉寂多年，是时候让这群人知道谁才是这里的主人了。龙王英明，起来吧。父亲，您答应配合天妖封锁通商水路，也是为了这个行动？是也不是，天妖虽强，可还不足以让龙宫臣服。此时天下大乱。 正是占据水路、积攒实力的大好机会。天妖与天庭必有一战，届时便可趁机入主天庭。妙啊！什么人？ 我们的伯马也这么强壮了，当然了，你不在的时候，我们可没闲着哦。这灵泉果然神奇呢。嗯，现在我们已经能把伯马送往中原了。哈达，韩瑶妹，做得好。只是，哦，怎么？没什么，走，先回城再说。伯父啊！哈达少主，韩瑶妹小姐出事了。哦，是赵三哥。 哪吒也在，太好了！咱们的船昨夜在三江口又忽然消失了。什么？东海龙宫？好啊，上次的账没和他们算，居然还敢抢我们的货！哪吒，不要冲动，这也只是猜测，还是禀报城主，让他来拿主意吧。还禀报什么？
能让整艘船忽然消失的，不是他们还能有谁？今天新仇旧恨一起报。随我回去。父亲，昨夜我们的船被……我都知道，随我回去。您都知道，父亲，我们不能如此任人欺负，现在该找他们算账才是。该做就算账，就算账，算账，算账，我们不能总说欺负。哪吒，你以为我不想？东海龙宫咱们暂时惹不起，这事听父亲的，比的都好商量。父亲，一味躲避根本不是办法，孩儿恕那从命。你说干什么？快拦住他！哪吒！谁？父亲。孩儿如今学艺已成，定不会再让百姓们受恶人欺负。待孩儿斩妖除魔，还陈塘关一个太平。哪吒，不可，这不可呀！哪吒，你要救下我们！快追！东海的人，都给我出来！居然还活着。